李志军所登场的天文罕见奇观，真心灵日，全世界天文学家嘛拢非常期待。错过即届，就要再等1805年。你为你当照相的钢琴国小老师是家己准备各种的墨镜，提供给小朋友来观看，看到的小朋友拢大喊不可思议。金星凌日是一种天文现象，当金星经过太阳的时候，太阳表面会出现一粒小小的乌色圆点，慢慢地射过太阳。金星和地球射到太阳的轨道，因为真难交会，平均每243年才出现四次金星凌日。另一次是在2004年，而这次出现将在1805年了后，代表错过这次，这世人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啊。这样子有没有？这边是太阳，你等一下看到的是太阳哈，啊，上面有一颗，这一颗小小黑黑的，谢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金星哈。我看到了太阳，然后看到太阳中间有一颗金星，黑色的，很小。你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在6年级学长的带领之下，每一位小朋友亲身拿着各式的目镜来观看金星凌日的天文奇观。李中央气象局表示，金星凌日的天文现象每243年发生四次，发生的年数间隔是8年、1905.5年、8年、1211.5年。顶一届金星凌日发生在2004年的6月8号，时间过了8年了后，这次发生的时间在今仔日上午，而这次搁再出现金星凌日是2117年的12月11号。最新新闻，钟乃成、邓九香采访报道。